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把我的魂勾去了。这几天我想你想的整宿整宿的夜不能眠，只要你跟了我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这辈子不吃苦。我才不会跟你呢。那就由不得你了。今天你是从也得从，不从也得从。真是个傻子。不过我真的太想离开这儿了，你的手下会来救你的，别怪我忘恩负义。我走了。就这么走了，一点都不懂知恩图报。你要真的走了，我会伤心的。别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我可什么都没干啊。你要是敢干什么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。别，只要你乖乖跟我回去，我保证我绝对什么都不对你做。可是我真的不想嫁给南霸天那个又老又丑的混蛋啊。小丸子，宝爷我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的。哎，小宝啊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们找一个世外桃源，然后我们永远的生活在一起，我给你生一堆孩子怎么样？我生一堆孩子，然后我们从此一家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永远永远都不分开了。那我们的那个孩子叫什么？就叫小包子，怎么样？然后再生一个小饺子。干嘛？你真当我三岁小孩啊？姨父说过，女人的嘴骗人的鬼。放开我！乖乖跟我回山寨喽！你神经病啊你！放开我！宝爷，哎呀，这样可不行啊！就算这小娘们自己不跑，也早晚被那小子给抢跑啊！得想个办法。放开！你神经病吧？折腾一晚上，你困不困？我都快困死了。我太讨厌你了。讨厌我？讨厌我的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我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。那我就下辈子了。下辈子也不会。对了，你不是要躲着我义父吗？办法我给你找到了。哟，你要的材料。真的这么厉害？这下他再也不敢靠近我。真的假的呀？有那么厉害吗？哎，寨主，啊，辛苦了，没事没事，下去吧。哦，好。啊，那个，啊，一会儿啊，这个里面不管发出什么声音，你们就当没发生。啊！寨主请。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小丸子。这两天让你担惊受怕了，
我特意来看看你。不必了，我现在谁也不想见。小丸子，你不知道，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把我的魂勾去了。这几天，我想你想的，整宿整宿的夜不能眠。只要你跟了我，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，这辈子不吃苦。我才不会跟你呢。那就由不得你了。今天你是从也得从，不从也得从。鬼啊！你是谁？我是小丸子。小丸子，你怎么冻成这样啊？得了一种皮肤病，听说还能传染呢。别！小丸子，别过来，女孩子家还是自重一点为好。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。告辞。竟然把我衣服吓成这样，可以啊！还别说，还真挺有效果的。是吧？但这只是暂时的呀，还好这次让他打消了念头。嗯，也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个难受不啊？什么时候能好啊？这种疹子的话，一般要一两天才能好。不过那草药我得长期备着，万一他之后再过来呢？你们这些臭男人都是一个样子，就喜欢外表漂亮的女人。不是，什么叫我们这些臭男人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可不一样。我喜欢的是你的内在，不如我们亲一亲。你现在马上滚出去！你要是不出去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又死给我看！我知道弟子吃了毒。我走，就是。青州城已经查无此人，各个路口也没有发现他的行踪。人不可能凭空消失的，我就不信他能永远不露头。对了，这上面记录的都是被土匪抢走的货物，这个当铺就是土匪的窝点。我会派人调查此人跟青龙寨的关系的。凡事小心。文怀、雨涵，你们来我梅府啊，莫要拘谨，就当自己家里一样，随便一些。啊，多谢伯父款待，我兄妹二人无不顺心。好，那我们就好好吃饭吧。啊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雨涵姑娘，我是梅府二公子，久闻姑娘大名，今日一见。果然超凡脱俗，貌若天仙呐！二少爷过奖了。我说的都是真心话。第一次见到雨涵姑娘，就觉得莫名的熟悉，仿佛前世在哪儿见过。你相信缘分吗？太好了。我也相信缘分。咱们两个前世，真的在哪儿见过？是缘。你站那儿，人家雨涵姑娘没办法吃饭了，回来坐下。喝汤。喝惯了你熬的汤，
这些都没有味道。姐姐，三少现在眼睛不便，辛苦你事事照顾。有些事啊，他也不愿我做，是做不了吗？我，因为我不想让郡主受委屈。现如今，九王府已经大不如前了，能嫁个这么好的夫君，他有什么好委屈的？雨涵，不要乱讲话。你身为官家子女，在这么多人面前对我岳父家品头论足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我父亲也是当朝的二品大员，我是想着，我若是应瑶姐姐，我定要比她更为体贴。应瑶虽为郡主，但她一点架子都没有，我跟她在一起很幸福。而你这唯我独尊的大小姐脾气，我受不了。况且，我从未喜欢过你。年轻人嘛，有什么话也闷在心里，说出来就好了。九王爷府中的郡主啊，那和我们石青呢，那是恩爱有加，他们怎么相处，大家以后就不要再管了啊。菜都快凉了，吃饭吧啊，夹菜夹菜。来来来，吃个虾仁。来。小姐慢点。石青，我们这次顺路来看你，多有添乱，实在抱歉。方兄客气了，有空他日再聚。雨涵年纪还小，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多担待，也感谢对我们的照顾。来日方长嘛，方兄一路顺风，也希望你的眼睛能尽早康复。珍重。珍重。哎，有空常来玩啊，梅府时刻欢迎你们。郡主还没醒吗？啊，郡满爷，郡主就是今天太过开心了，不胜酒力，郡满爷千万别见怪啊。你们都下去吧，我来照顾他。是是。行行，起来。喂，起来，这是我的床。是你吗？脾气太差。
让我留在你世界。